记者许逸群，台北报道大型歌唱选秀节目《声林之王》二各地报名与海选陆续开跑，马来西亚也在今22日正式开放报名，从4月22日起至28日之间，欢迎30岁以下对音乐和歌唱有热忱和抱负的大马民众报名，可通过官方网站 jungle voice2019.astro.com.my 取得报名资格。声林之王二马来西亚海选报名开跑，图托迪请继续往下阅读。声林之王二即将来袭，马来西亚今22日招募海选，新曲歌王萧敬腾和迷幻王子林宥嘉再度联手出击，为来自世界各地的声林猛兽进行指导。声林二将在大马以招虎大会为题，寻找马来西亚代表性的森林之王老虎出征到台湾参赛，与国际选手展开激烈的生存战，有兴趣报名者可通过官方网站取得报名资格，只需填写个人资料，并附上自己的创意自我介绍和演唱自选歌曲即可。成功进阶下一轮的参赛者将会收到专人通知，通往下一轮的比拼。另外，北美区将于5月1日到31日开放报名，6月2日开始海选，台湾区的实体海选也即将登场。声林之王是由托迪新闻云、量子娱乐、金星娱乐联合制作的台湾音乐类选秀综艺节目，首席导师为萧敬腾、林宥嘉，飞行导师也为演艺圈大咖，包括杨丞琳、潘玮柏、A 林、徐佳莹、庾澄庆、陈嘉桦、信、罗志祥等人轮番助阵。声林二的明星阵容也备受期待，莱斯布洛克、阿兹、惠、